他一直不反应，气死。第一圈应该是没用了。曝光值也不对，会有，到时候会加一个特教组的，特教组十八班那个九年级他们有特教的，没有第四圈，不恭维。第四圈啊。速度应该可以。哎，那个，当我第七圈的时候，就把赛场带过来了。来第六圈。现在第几圈都不知道。来，你们两个猜拳。八点。再去休假。第七圈啊，二号、三号，第七圈。你军长最后一圈的哦。
丁丁加油！朱嘉贤最后一圈了，第二第八圈了啊！最后一圈啊，三号最后一圈，还一圈，三号还一圈，你踩下水过盖了，注意四号最后一圈的哦，北冲。他一直不反应，气死！第一圈应该是没用了。这曝光值也不对。还是不行，落后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太激动了吧？刚不前面不是也刚说？